小吴快点，他县长，县长今天来的目最主要目的是，来听听看柯市长对国政的规划是有什么特色，有什么特点，对苗栗有什么好处。啊，你是不是支持他？这样了哈，我想我们还是配合朱主席讲的了哈，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了，改变台湾，让台湾变成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了，不要有这样很可怕的强起豪夺了。那听说明天那个侯友宜市长突然间又要来，是不是因为这样子？哎，我没有听说，我不知道。那他如果明天来，你会去陪他吗？如果他没有通知，我想今天主要来是因为。民众党他租用我们的中正堂了哈，那冯主委有转告，他说柯市长希望我能够到场，那我们就尽地主之谊哈，反正他这个有付费的哈，他付费承租，我们尽地主之谊来打个招呼了哈，毕竟我选县长的时候还是欠他一份人情，我觉得选举归选举还是要做人了。